甲咱简单一个就好。嘿，哦，咱的淡水边西，咱所有的工作人员、技术人员，拢会12万分感谢啦吼，啊，甲咱做一个参礼。啊，咱的淡薄做事买票，啊，咱大家现场，啊，咱所有电头人员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在这边恭迎大家，也感谢大家吼。那因为咱后边的镜头非常非常的多吼，咱参拜吼，咱来随性就可以了，随意就可以了吼。感谢感谢，谢谢哎。大家好，我是。谢谢，这是咱的范将军吼，嘛是咱讲的贝爷吼。再次感谢咱下万李将军，啊，咱的新将团，再次感谢。来，恭迎咱福建进行进港哦。好，咱的淡水的老人吼。特色的家，因来火车面顶都坐火桥，火桥面顶拢坐咱的祖师，是，对对对，我以前敢那是27祖师啊，是，总共27尊的祖师，来救护车要过哦，拜托一下。大家一组搞比赛啦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啦，代表咱淡水平安赛来感谢各位哈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再次感谢咱盛和，好咱的战鼓以及咱的龙狮团。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，就是我们电音三太子哦。
的前身，把就为咱新众团转变到比较另类的一种表演哦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哦，咱啊，电音三代子吼，来刚刚就是非常可爱、非常活泼哈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哦，哇，今天呢非常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多哦，而且呢整个的热闹的气氛哦，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日坊哦。说真的，它在里面真的很热啊。是啊，而且还要这样跑，还要这样跳。它能够呼吸的地方只有在头的那个嘴巴的那个洞，有没有？对。重点是他们还戴有戴白手套，密不透风。来中央，咱中台湾侪太主要排非常非常的侪吼。那很多呢，咱伫老境的时候，生活观吼，有真侪拢嘛是咱中台湾侪个咱太主要吼。然后我们其中中间那一场还跟大家在抛媚眼哦，眼睛眨呀眨呀，哇，相当的可爱哦。你刚刚眨呀眨呀眨，我跟他解惑呀。这样子说，在热闹的庙会里扎呀扎呀扎，是吗？我想象跟你们学跳舞，我在夜店应该用得到。来跳一下无？你是跳一下无？我反正你来唱的，你明白？掌声鼓励，再次感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电音三代子，谢谢，谢谢哦。谢谢谢谢，哇，好可爱哦！那小朋友就是这样，你们一起来，谢谢老师。